九，刚好有九行，i 的部分确定之后的话，再来就是 j 的部分呢，也是一到九，因为九九乘法表也是一到九。那第一个当然就是，它的规则很简单嘛，比如说i 乘以 j 就会得到后面的这个数字结果。那如果我后面要把结果秀出来的话，就是 test box 点 select test 有没有等于 i 乘以 j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回圈的话就是一，i 的话第一次是一嘛，好，一进来之后的话，那内回圈第一次也是一嘛，所以一乘以一就是等于一嘛，所以第一个就是一，对不对？再来第一行哈，它的顺序就是再来就是第一行的第二个数字，可是第一跟二之间呢，一定要有一个间隔嘛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一跟二之间呢，给它几个空白。